我跟我妈妈还有我家人的早餐哦，都是被 Kinohimizu 的 Welsh 包养了的。我们喝了大概整半年了。然后我本身的习惯就是说，每天早上起来呢，一定要喝两汤匙的 Welsh， 再掺两汤匙的绿宝王。这样的口感是特别的顺滑浓郁，而且它甜味是很天然的，喝下去也很耐饱，至少可以耐到去午餐。哎，妈妈，你怎样喝嘞？我跟你一样啊，每天早上我也是掺两汤匙 Welsh， 掺两汤匙黑。因为我想我头发黑，这个标色就有麦香味，黑霸王又有芝麻的香味，掺起来香香滑滑，对啊，又一少少甜味，很耐饱又很好喝。通常我也是喝了这个啊，12:30一点才吃午餐，所以省很多钱。现在我咖啡是很少喝了啦，我觉得给我的营养是很足够。是啊，好像我这样子啊，我其实喝了之后，我发觉我的肌肉啦，是啊是啊，比较结实一点点。我也是 啊，没有就没有这样下垂啊，因为其实过去这半年我都没有什么运动哎，因为很忙碌啦、所以喝这个全植物营养饮来讲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它有很足够的营养啊、矿物质啊、维他命等等、所以人也特别的健康，然后特别的精神有活力。我觉得对我眼睛是很有帮助，因为之前我的老花是很严重，得空啊去打一下麻将啊，一定要戴眼镜的，要不然看到花花的、看不清楚。吃炸物啊，吃炸物就没了，我戴眼镜咯、现在我没有戴眼镜都可以了，我就觉得它补充给我的营养是很足够的。有没有帮助到你上厕所？每天都有的上厕所咯。我也觉得是很顺畅啦、就可能是因为它有很多膳食纤维啊，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肠胃真的是很好，然后也是有益生菌哦，益生元这样子、我有时候太忙碌，晚上没有吃到晚餐啊，或者是突然间想吃夜宵，但是你知道啦，如果又吃了夜宵，等下第二天可能又水肿啊，可能又担心肥胖问题啊，所以我也是会喝 Welsh 的，只要放3-4汤匙哦，其实就很耐饱了，而且好像睡得特别的好嘞。我看我的员工他们也是很喜欢，早上也喝，晚上放工啊，回家之前也冲泡 Welsh 来喝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其实这个产品呢，一定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